你想躲着我，你想躲着我。我没有体温计，我没有体温计。你会拿加币吗？你会拿加币吗？你觉得哪个更好？你觉得哪个更好？你需要多加锻炼。你需要多加锻炼。我的手机坏了。我的手机坏了。不，这是第一次。不，这是第一次。天，天，请给我菜单，请给我菜单。需要收拾一下，需要收拾一下。都已经八点了，都已经八点了。有点自尊心吧，有点自尊心吧。我种了一些花，我种了一些花。网络让人上瘾，网络让人上瘾。我感觉有点不适，我感觉有点不适。我是来工作的，我是来工作的。要什么时间的？要什么时间的？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那是我听过了，那是我听过了。乐意为您效劳，乐意为您效劳。告诉我为什么，告诉我为什么。简单的不得了，简单的不得了。量一下体温吧，量一下体温吧。亲爱的，亲爱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再点上，再点上。好痛啊，好痛啊。成熟点，成熟点。
我很饱。我很饱。就这么着。就这么着。大约一小时。大约一小时。交给我吧。交给我吧。他只是疯了。他只是疯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令人震惊。这令人震惊。对他当心。对他当心。那是有道理的。那是有道理的。1.05。1.05。那太荒谬了。那太荒谬了。我有点感冒。我有点感冒。我什么都不说。我什么都不说。我们今天打架了。我们今天打架了。你在约我吗？你在约我吗？什么时候结束？什么时候结束？加糖和奶油吗？加糖和奶油吗？我哪里骂你了？我哪里骂你了？全都白搭了。全都白搭了。我可以留言吗？我可以留言吗？全交给你了。全交给你了。你找我。你找我。我在图书馆。我在图书馆。是怎么发生的？是怎么发生的？我们一共八个人。我们一共八个人。这可全为了你。这可全为了你。这是令人沮丧。这是令人沮丧。我是他的影迷。我是他的影迷。这得看情况。这得看情况。
我只是喜欢看。我只是喜欢看。是的，拜托您了。是的，拜托您了。鸡蛋按打卖。鸡蛋按打卖。繁星满天，繁星满天。至死不渝，至死不渝。有人在敲门，有人在敲门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不能，我不能。多远？多远？我到家了，我到家了。对，是这样。对，是这样。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今天很暖，今天很暖。不，从来没有。不，从来没有。好吧，好吧。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。我们和好了，我们和好了。我不会做，我不会做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不要做那个，不要做那个。精疲力尽，精疲力尽。我一个人住，我一个人住。有效，有效。是个麻烦，是个麻烦。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别弄，别弄。严重吗？严重吗？我告诉过你了，
我告诉过你了。他来过电话。他来过电话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好庆幸。我好庆幸。没轮到我。没轮到我。说的对。说的对。帮我个忙吧。帮我个忙吧。这是你的账单。这是你的账单。吃牛排吗？吃牛排吗？这很简单。这很简单。你看看多乱。你看看多乱。我的喉咙痛。我的喉咙痛。这是关键的。这是关键的。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女朋友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太紧张了。我太紧张了。杰夫结婚了。杰夫结婚了。我还没准备好。我还没准备好。我已经戒烟了。我已经戒烟了。我的行李不见了。我的行李不见了。我送你回家。我送你回家。我在找工作。我在找工作。天气很热。天气很热。台风要来了。台风要来了。别担心我。别担心我。头发有多长？头发有多长？我听不太清楚。我听不太清楚。马克思在吗？马克思在吗？终于轮到我了。终于轮到我了。
塔米饭量很小。塔米饭量很小。这肉挺嫩。这肉挺嫩。你看起来很累。你看起来很累。他从哪里来的？他从哪里来的？得扫扫了。得扫扫了。我啥都不知道。我啥都不知道。你有鞋子卖吗？你有鞋子卖吗？快到午饭时间了。快到午饭时间了。谁惹你了？谁惹你了？你擅长唱歌吗？你擅长唱歌吗？超过200英里。超过200英里。我应该问他的。我应该问他的。我遇事就慌。我遇事就慌。我应该住院吗？我应该住院吗？那不是你的。那不是你的。我不想说了。我不想说了。晚饭吃什么？晚饭吃什么？售票处在哪里？售票处在哪里？感谢您的询问。感谢您的询问。请填写此表格。请填写此表格。你学完了吗？你学完了吗？星期六可以吗？星期六可以吗？别忘了倒垃圾。别忘了倒垃圾。我该更现实点。我该更现实点。还有谁来了？还有谁来了？很久以前。很久以前。在哪个频道？在哪个频道？你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不是这么说的。不要画蛇添足了。
不要画蛇添足了。我们希望您能来。我们希望您能来。你在哪里学的？你在哪里学的？青豆，青豆。饭盒带了吗？饭盒带了吗？我喜欢看电视。我喜欢看电视。请别打扰我。请别打扰我。好像要下雨哦。好像要下雨哦。这件很合身的。这件很合身的。我堵在路上了。我堵在路上了。我想开个户头。我想开个户头。他特招人讨厌。他特招人讨厌。我们全都同意。我们全都同意。你一定能找到的。你一定能找到的。你说点什么吧。你说点什么吧。你的再等五天。你的再等五天。我笔记本死机了。我笔记本死机了。米兰的电话。米兰的电话。我必须静养。我必须静养。叛父，叛父。站住，站住。给我打个电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我是认真的。我是认真的。永远不要。永远不要。一边去。一边去。馊主意，馊主意。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这里。可是我不能，可是我不能。有可能的，有可能的。
时间已到，时间已到。不远了，不远了。我也不是，我也不是。我只看，我只看。都是灰啊，都是灰啊。停，够了，停，够了。确实如此，确实如此。你太贴心了，你太贴心了。这是我的私事，这是我的私事。太闲了，太闲了。你真好，你真好。我戒烟了，我戒烟了。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。这还算好的呢，这还算好的呢。他非常忙，他非常忙。你永远不知道，你永远不知道。你先唱，你先唱。啥时都行，啥时都行。也许吧，也许吧。大概四年吧，大概四年吧。我不能认同，我不能认同。我太不安了，我太不安了。今天风大，今天风大。还是老样子，还是老样子。我应该说些什么？我应该说些什么？能给我账单吗？能给我账单吗？我在洗澡，我在洗澡。今天真累呀，今天真累呀。保持联系，
保持联系。你唱得很好，你唱得很好。我大四，我大四。别责备自己了，别责备自己了。他很容易发火，他很容易发火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我的视力不好，我的视力不好。这是捷径吗？这是捷径吗？可以点菜了吗？可以点菜了吗？有点紧，有点紧。这是个什么包？这是个什么包？请退款吧，请退款吧。你打算做什么？你打算做什么？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时候开始？你预定了吗？你预定了吗？太感谢您了，太感谢您了。他变得很成功，他变得很成功。主街在哪里？主街在哪里？你可以坐快车，你可以坐快车。鞋店怎么走？鞋店怎么走？你的英语很好，你的英语很好。你真让我烦，你真让我烦。他们会马上回来，他们会马上回来。希望你能再来，希望你能再来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开始登机了吗？开始登机了吗？这正是我要找的，这正是我要找的。他收入很高，他收入很高。每天多少钱？每天多少钱？
请划重点，请划重点。你送我花了吗？你送我花了吗？我需要一些纸巾，我需要一些纸巾。洗手间在哪里？洗手间在哪里？看起来很棒，看起来很棒。你以前做过吗？你以前做过吗？我支持阿森纳队，我支持阿森纳队。去哪里呀？去哪里呀？你学习英语吗？你学习英语吗？脖子，脖子。我什么都不想吃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我想保持原色，我想保持原色。我的书梳头了，我的书梳头了。今天我们逃学吧，今天我们逃学吧。我的裙子的熨了，我的裙子的熨了。公园里人挤人，公园里人挤人。他对我很蛮横，他对我很蛮横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还我钱，还我钱。我还得刮胡子，我还得刮胡子。何必当真了呢？何必当真了呢？这种威士忌挺冲，这种威士忌挺冲。真是笑死我了，真是笑死我了。不要坐失良机，不要坐失良机。时间见真理，时间见真理。很干燥，很干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，就是。请来吧，
请来吧。说起来，说起来。保重啊，保重啊。可以抽烟吗？可以抽烟吗？他有罪，他有罪。我的走了，我的走了。试试就好了，试试就好了。发什么神经？发什么神经？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什么？我把工作辞了，我把工作辞了。我感觉不妙，我感觉不妙。如果你这样说，如果你这样说。我们回家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太无味了，太无味了。这么贵，这么贵。他这么傻，他这么傻。我们差点撞上，我们差点撞上。你们吵架吗？你们吵架吗？我在做点，我在做点。吉米特别能吃，吉米特别能吃。不要再找借口，不要再找借口。你睡着了吗？你睡着了吗？我正在打扫房间，我正在打扫房间。这是你的部分，这是你的部分。请打扫房间，请打扫房间。他心思简单，他心思简单。我会考虑的，我会考虑的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是个好天气，是个好天气。
这足够了。这足够了。你太过劳累了。你太过劳累了。不要自大。不要自大。他吃了很多。他吃了很多。我在说事实。我在说事实。你会喂狗吗？你会喂狗吗？谢谢你提醒我。谢谢你提醒我。请你说重点。请你说重点。你的态度很差。你的态度很差。这是给谁的？这是给谁的？忙什么呢？忙什么呢？走路当心，走路当心。您非常友善，您非常友善。干活别偷懒，干活别偷懒。他显年轻，他显年轻。这不言而喻，这不言而喻。我想喝点东西，我想喝点东西。他建议去野餐，他建议去野餐。他总是说大话，他总是说大话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事实胜于雄辩，事实胜于雄辩。下了瓢泼大雨，下了瓢泼大雨。我瞧不起他，我瞧不起他。这里有一些蹊跷，这里有一些蹊跷。请别让我失望，请别让我失望。可算摆脱了，可算摆脱了。在哪里买的？在哪里买的？他很有说服力，他很有说服力。我只看看，
我只看看。这座城市很棒。这座城市很棒。你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越来越漂亮了。请打开电视。请打开电视。我是国家公务员。我是国家公务员。我正在调工作。我正在调工作。我正在学习英文。我正在学习英文。你的体重是多少？你的体重是多少？快要下暴风雨了。快要下暴风雨了。我明白你说的了。我明白你说的了。您说的太快了。您说的太快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你运动多吗？你运动多吗？给你。给你。哪里都可以吗？哪里都可以吗？用叫医生吗？用叫医生吗？你的脸色真不好。你的脸色真不好。我想要一间房。我想要一间房。带到你了。带到你了。已经结束了。已经结束了。我们也能去吗？我们也能去吗？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。我很知足。我很知足。我和你在一起。我和你在一起。你什么时候搬家？你什么时候搬家？可我不行。可我不行。你知道的。你知道的。
当然行，当然行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能同意，我不能同意。我告诉过你了，我告诉过你了。请给些我盐，请给些我盐。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。多么可怕，多么可怕。太浪费了，太浪费了。我马上就回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已经结束，已经结束。这没有道理，这没有道理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并不满足，我并不满足。没事了吧，没事了吧。这是个大风天，这是个大风天。这很难说，这很难说。你的地址是哪里？你的地址是哪里？不要玩游戏，不要玩游戏。不要拖我腿，不要拖我腿。有时间就过来，有时间就过来。一天五次，一天五次。我买不起，我买不起。我没说那是，我没说那是。我有个未婚夫，我有个未婚夫。我还是很困，我还是很困。今天微风，今天微风。完全没有机会，完全没有机会。请你去吧，请你去吧。请大声说，
请大声说。下周截止。下周截止。我们去喝酒吧。我们去喝酒吧。我无能为力。我无能为力。你看来很困惑。你看来很困惑。不要装疯卖傻。不要装疯卖傻。他瘦了。他瘦了。我更喜欢这个。我更喜欢这个。我非常忙。我非常忙。不要找借口。不要找借口。这是很重要。这是很重要。你终于起来了。你终于起来了。你想跳舞吗？你想跳舞吗？他们是一样的吗？他们是一样的吗？请再给多一点。请再给多一点。邮政编码是什么？邮政编码是什么？在这里的北部。在这里的北部。我们分摊买单吧。我们分摊买单吧。不，我不爱喝。不，我不爱喝。你是很独特。你是很独特。确实是这样吗？确实是这样吗？我想我明白了。我想我明白了。我非常饿。我非常饿。你的留神。你的留神。你帮我大忙了。你帮我大忙了。你在编故事吗？你在编故事吗？约翰姓什么？约翰姓什么？谢谢你的警告。谢谢你的警告。我们没有打架。我们没有打架。
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一起去吧。您要一杯水吗？您要一杯水吗？香港很拥挤。香港很拥挤。我们马上休假吧。我们马上休假吧。今天我的早走。今天我的早走。不能以貌取人。不能以貌取人。他的房间很小。他的房间很小。你想赶我走。你想赶我走。一石二鸟。一石二鸟。结果很惨。结果很惨。适可而止。适可而止。请预约打球。请预约打球。你要下定决心。你要下定决心。天哪。天哪。我喜欢意大利菜。我喜欢意大利菜。我告诉你为什么。我告诉你为什么。绳子。绳子。相信。相信。在这里吃。在这里吃。我还打哈欠呢。我还打哈欠呢。刷牙了吗？刷牙了吗？我要冲个澡。我要冲个澡。那太糟糕了。那太糟糕了。本来应该更好的。本来应该更好的。请执行。请执行。感觉好极了。感觉好极了。随便你。随便你。五月十五日。五月十五日。放下。
放下。谢谢你，先生。谢谢你，先生。确实如此。确实如此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完成过吗？你完成过吗？我们不要太过火。我们不要太过火。我就是喜欢看。我就是喜欢看。洗涤灵用完啦。洗涤灵用完啦。有点发烧。有点发烧。两个我都想要。两个我都想要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小型车就可以。小型车就可以。我不该喝这么多的。我不该喝这么多的。这位是我的上司。这位是我的上司。请不要拘礼。请不要拘礼。今天会下雨吧。今天会下雨吧。他们总是在上网。他们总是在上网。可以，您请。可以，您请。不要虚度光阴。不要虚度光阴。谢谢你，小姐。谢谢你，小姐。我可不止于此。我可不止于此。我发誓。我发誓。没劲，没劲。乖女孩，乖女孩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大概何时？大概何时？照我说的做。照我说的做。受惊了的猫。受惊了的猫。尺寸多少？尺寸多少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来吗？他来吗？把盘子洗了，把盘子洗了。我的头好痛，我的头好痛。是丹尼斯吗？是丹尼斯吗？那是我的狗，那是我的狗。你们俩人见过，你们俩人见过。我差点忘了，我差点忘了。不用找零钱了，不用找零钱了。这里真闷，这里真闷。能叫我吗？能叫我吗？他一直说，他一直说。我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？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我看不起他，我看不起他。真不幸，真不幸。我的包被偷了，我的包被偷了。你很勇敢，你很勇敢。我讨厌孤独，我讨厌孤独。我都挺好的，我都挺好的。已经九点半了，已经九点半了。我们一起逃课吧，我们一起逃课吧。尽快，尽快。早饭好了，早饭好了。真的特好玩，真的特好玩。别跟我斗，别跟我斗。你是哪个社团的？你是哪个社团的？你说了什么吗？你说了什么吗？关上电视，
关上电视。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。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你有什么推荐？你有什么推荐？难道他不知道？难道他不知道？多快就能做好？多快就能做好？政治家是骗子，政治家是骗子。我不敢相信，我不敢相信。还有个问题，还有个问题。这不关你的事，这不关你的事。谢谢你等我，谢谢你等我。你想几点走？你想几点走？何必怨天尤人？何必怨天尤人？他交际广泛，他交际广泛。我还没吃午饭，我还没吃午饭。奶油可以吗？奶油可以吗？你有有限吗？你有有限吗？我们有数字电视，我们有数字电视。你的给他们鼓励，你的给他们鼓励。历史总在重演，历史总在重演。隔多长时间？隔多长时间？我觉得那样很好，我觉得那样很好。五百，五百。喜欢，喜欢。肌肉，肌肉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你真体谅人，你真体谅人。他有个好脾气，他有个好脾气。你知道的吧，你知道的吧。
你也太狠心了。你也太狠心了。再靠近我些。再靠近我些。别离开我。别离开我。只是运气好。只是运气好。多嘴。多嘴。别干那种傻事。别干那种傻事。纯属浪费时间。纯属浪费时间。总比没有强。总比没有强。我为你而高兴。我为你而高兴。祝您圣诞快乐。祝您圣诞快乐。真是非常感谢。真是非常感谢。你找什么呢？你找什么呢？请马上查一查。请马上查一查。我们是无烟酒店。我们是无烟酒店。天阴沉沉的。天阴沉沉的。今天风和日丽。今天风和日丽。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他有幽默感。他有幽默感。但愿没吵醒您。但愿没吵醒您。我们走近道吧。我们走近道吧。我亲眼所见。我亲眼所见。我在照顾萨利。我在照顾萨利。为了谁？为了谁？太糟糕了。太糟糕了。你认真点。你认真点。我现在就需要走。我现在就需要走。多嘴的人。多嘴的人。好啦。好啦。
那么晚，那么晚。我惊呆了，我惊呆了。那得看情况，那得看情况。只是好玩，只是好玩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不要毁了它，不要毁了它。压住，压住。我太激动了，我太激动了。请给我一杯水，请给我一杯水。更爱我，更爱我。多么热闹啊，多么热闹啊。人独终老，人独终老。别那么坏，别那么坏。七点怎么样？七点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冷，我觉得很冷。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你是在开玩笑，你是在开玩笑。就我所知，就我所知。我已经打败了你，我已经打败了你。它很好闻，它很好闻。里外反了，里外反了。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。那我们走吧，那我们走吧。现在不，谢谢。现在不，谢谢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报警吧，报警吧。请帮我算一下，请帮我算一下。喝一杯怎么样？喝一杯怎么样？
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我给你买了这个。我给你买了这个。有点难。有点难。你自己看吧。你自己看吧。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你自己做吧。你自己做吧。我也想喝点水。我也想喝点水。我说过了，对吧？我说过了，对吧？我想小睡一下。我想小睡一下。我喜欢喝咖啡。我喜欢喝咖啡。请别那么大声。请别那么大声。为什么不动呢？为什么不动呢？能帮我吗？能帮我吗？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这是给你的礼物。现在还我钱。现在还我钱。结果如何？结果如何？这个真恶心。这个真恶心。烦死人了。烦死人了。我们走捷径吧。我们走捷径吧。水都漏水了。水都漏水了。我住在加拿大。我住在加拿大。你站在哪一边？你站在哪一边？你想试试吗？你想试试吗？用不着你帮忙。用不着你帮忙。应该减少税金。应该减少税金。你要买什么呀？你要买什么呀？你真的变了。你真的变了。再找时间吧。再找时间吧。
十多美元，十多美元。请上八楼，请上八楼。我是加拿大人，我是加拿大人。你应该理智一点，你应该理智一点。这些书很贵，这些书很贵。你能修这个吗？你能修这个吗？我的手表被偷了，我的手表被偷了。现在是星期几？现在是星期几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我们非常喜欢他，我们非常喜欢他。我带了两瓶酒，我带了两瓶酒。还有谁来？还有谁来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每个人都会唱歌，每个人都会唱歌。你没有那么差啦，你没有那么差啦。那也太没道理了，那也太没道理了。你呢？你呢？打电话，打电话。我想去掉地毯，我想去掉地毯。这车真漂亮啊，这车真漂亮啊。把被子叠好，把被子叠好。掸掸柜子上的土，掸掸柜子上的土。我早说过了吧，我早说过了吧。我对那个很满意，我对那个很满意。别装腔作势，别装腔作势。这事全拜托你了，这事全拜托你了。话就在嘴边上，话就在嘴边上。三点十五分，三点十五分。
马克在吗？马克在吗？我是土象星座。我是土象星座。首先应该做这个。首先应该做这个。我屈服了。我屈服了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我想打个电话，我想打个电话。让我伤，让我伤。你来决定，你来决定。你真不害臊，你真不害臊。别松劲，别松劲。我住在首尔，我住在首尔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做了个噩梦，我做了个噩梦。你不该撒谎，你不该撒谎。我的走了，我的走了。我需要做什么？我需要做什么？你有时间吗？你有时间吗？你明天工作？你明天工作？那部电影真棒！那部电影真棒。我找找，我找找。谢谢你的电话，谢谢你的电话。请带我去机场，请带我去机场。你又没考上，你又没考上。我有高血压，我有高血压。我想没必要，我想没必要。你儿子在吗？你儿子在吗？我越想越不明白，我越想越不明白。他们今晚要来吗？他们今晚要来吗？
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你对什么过敏吗？你对什么过敏吗？你要不要跟我去？你要不要跟我去？你喝咖啡吗？你喝咖啡吗？我还想看电视。我还想看电视。我只是在开玩笑。我只是在开玩笑。我们练习英语吧。我们练习英语吧。他是个倔老头。他是个倔老头。危险，别淘气。危险，别淘气。别多嘴多舌的。别多嘴多舌的。这不是我的喜好。这不是我的喜好。这是他的本行。这是他的本行。我感到非常痛苦。我感到非常痛苦。我这人很挑剔。我这人很挑剔。我已经受够了。我已经受够了。你肯定。你肯定。太不幸了。太不幸了。祝您居住愉快。祝您居住愉快。我想点首歌。我想点首歌。祝你玩得愉快。祝你玩得愉快。有空再来串门吧。有空再来串门吧。你想喝点什么？你想喝点什么？我想买一瓶水。我想买一瓶水。真可悲。真可悲。我很累。我很累。好样的。好样的。好主意。好主意。多久一次。多久一次。
我很震惊。我很震惊。你同意吗？你同意吗？不要再来了。不要再来了。那是个好主意。那是个好主意。我很随和。我很随和。这就是极限了。这就是极限了。我的车里有一个。我的车里有一个。我喜欢喝茶。我喜欢喝茶。和平常一样。和平常一样。在那个柜台。在那个柜台。我为你而疯狂。我为你而疯狂。我只是看看。我只是看看。我们不需要他。我们不需要他。别让我看见你。别让我看见你。他是个大烟鬼。他是个大烟鬼。新家怎么样？新家怎么样？他开不起玩笑。他开不起玩笑。这是不对的。这是不对的。你在开玩笑吗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怕蛇。我怕蛇。他的脾气很大。他的脾气很大。你来这里多久了？你来这里多久了？公车刚走了。公车刚走了。已经六点了。已经六点了。你长得像我姐姐。你长得像我姐姐。请你扫地。请你扫地。我没有做错。我没有做错。你们有什么酒？你们有什么酒？
我们现在分居了。我们现在分居了。我不想吃东西。我不想吃东西。你父亲在家吗？你父亲在家吗？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八月。八月。橙色。橙色。你不能吃这个。你不能吃这个。你想要哪一个？你想要哪一个？穿什么好呢？穿什么好呢？我开始慢跑锻炼。我开始慢跑锻炼。见到你真高兴。见到你真高兴。很漂亮的车啊。很漂亮的车啊。你真走运。你真走运。你看上去真好。你看上去真好。请走最近的路。请走最近的路。我有两个男孩。我有两个男孩。一米八十左右。一米八十左右。我跟着他。我跟着他。你现在节食吗？你现在节食吗？我有权知道。我有权知道。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够公平了。够公平了。东京有多少人口？东京有多少人口？他很有钱。他很有钱。好像是。好像是。我是一名教师。我是一名教师。不真没劲。不真没劲。他太粗鲁了。他太粗鲁了。
概一个小时。大概一个小时。他可真走运。他可真走运。你说了算。你说了算。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我正洗呢。我正洗呢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你为什么喜欢我？他口齿伶俐。他口齿伶俐。珍妮特很漂亮。珍妮特很漂亮。你知道我的意思。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我不能没有你。我不能没有你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辛苦了。我们今天辛苦了。以后可以回电吗？以后可以回电吗？我也要同样的。我也要同样的。这是你责任。这是你责任。这个男孩没有工作。这个男孩没有工作。你为什么高兴？你为什么高兴？有其他费用吗？有其他费用吗？你会带我回家吗？你会带我回家吗？优缺点都有。优缺点都有。今天好像要下雨。今天好像要下雨。作业做了吗？作业做了吗？我有好多事要干。我有好多事要干。不要做得太过火。不要做得太过火。那个真的很搞笑。那个真的很搞笑。他很有幽默感。他很有幽默感。他们是天作之合。他们是天作之合。我们去逛街吧。我们去逛街吧。
你长大了。你长大了。请坐吧。请坐吧。你几点能来？你几点能来？别吵了。别吵了。我浑身没劲。我浑身没劲。时光不能倒流。时光不能倒流。我家里有老鼠。我家里有老鼠。不急，不急。这么便宜，这么便宜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痒痒的，痒痒的。别轻信，别轻信。我很尊重他，我很尊重他。我心烦意乱，我心烦意乱。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。他正减肥呢，他正减肥呢。我想要糖，我想要糖。我的车不能发动了，我的车不能发动了。我们现在就走吧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登记，登记。我觉得很难受，我觉得很难受。这不是你的吗？这不是你的吗？我考砸了，我考砸了。真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那才是好样的，那才是好样的。我牙痛，我牙痛。我感到很无聊，我感到很无聊。别跟我顶嘴，别跟我顶嘴。
那是什么声响？那是什么声响？我真的很自豪。我真的很自豪。在碗橱里。在碗橱里。是的，我想是。是的，我想是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只有一个弟弟。我只有一个弟弟。公交车站在哪里？公交车站在哪里？镇上有俱乐部吗？镇上有俱乐部吗？我长了不少见识。我长了不少见识。你收信用卡吗？你收信用卡吗？需要，需要。报警，报警。你超负荷工作了，你超负荷工作了。我不能失去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管他呢，管他呢。请在这里停吧，请在这里停吧。我在想点事，我在想点事。你上几年级了？你上几年级了？天气炎热，天气炎热。开玩笑吧，开玩笑吧。别那么大声说，别那么大声说。我出生于美国，我出生于美国。强盗，强盗。不，还没有。不，还没有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不要做一个无赖，不要做一个无赖。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妻子。我们经常吵架，我们经常吵架。
空气污染，空气污染。请稍等，请稍等。非常出色，非常出色。你应该得到它，你应该得到它。我觉得挺好，我觉得挺好。我们去看电影吧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这不是借口，这不是借口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我从来不醉，我从来不醉。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小心看着他，小心看着他。很可耻，很可耻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我们有大麻烦了，我们有大麻烦了。你有几个孩子？你有几个孩子？你锁好门了吗？你锁好门了吗？天已经黑了，天已经黑了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能帮我个忙吗？这将是完美的，这将是完美的。请到这个地址，请到这个地址。什么时候来合适？什么时候来合适？你刷牙了吗？你刷牙了吗？真太不知羞耻了，真太不知羞耻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他导演了《阿凡达》，他导演了《阿凡达》。我没有足够的钱，我没有足够的钱。也许是，也许不。也许是，也许不。一万，一万。
中午，中午。正好工作刚做完，正好工作刚做完。他没有权威性，他没有权威性。离我远一些，离我远一些。最近手头较紧，最近手头较紧。本月超出预算啦，本月超出预算啦。我最爱吃比萨饼，我最爱吃比萨饼。电池好像没电了，电池好像没电了。我属于你，我属于你。我懂，我懂。你想租电影吗？你想租电影吗？不要自私自利，不要自私自利。晚餐想吃什么？晚餐想吃什么？理由是什么？理由是什么？我的嘴很紧，我的嘴很紧。他们都是错的，他们都是错的。我们全力以赴，我们全力以赴。火车很频繁，火车很频繁。这双鞋真好，这双鞋真好。我还是不去了吧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他根本不搭理我，他根本不搭理我。我想找卫生间，我想找卫生间。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，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。我的衬衫在哪里？我的衬衫在哪里？我很感兴趣，我很感兴趣。对不起，我迷路了。对不起，我迷路了。我有急事，我有急事。
我只在梦里去过。我只在梦里去过。单行线，单行线。你能来，太好啦！你能来，太好啦！我打算明年结婚。我打算明年结婚。大约什么时候？大约什么时候？我喜欢照看自己。我喜欢照看自己。你的老师是谁？你的老师是谁？发牢骚没什么用。发牢骚没什么用。那算不了什么。那算不了什么。看那里，看那里。这些书是我们的，这些书是我们的。我很难过，我很难过。多久？多久？我需要你。我需要你。是像这样吗？是像这样吗？他几乎不会说话。他几乎不会说话。正是，正是。听起来很好。听起来很好。请给我一杯茶。请给我一杯茶。像只鸡。像只鸡。你别瞎掺和。你别瞎掺和。真傻啊，真傻啊。要怪就怪你，要怪就怪你。约翰来了，约翰来了。你能请他来吗？你能请他来吗？两公斤，两公斤。明天就到齐，明天就到齐。人无完人，人无完人。
将很快就到。他将很快就到。我想退款。我想退款。能便宜一点吗？能便宜一点吗？我被蜜蜂蛰了。我被蜜蜂蛰了。要飞多长时间？要飞多长时间？这是折叠床。这是折叠床。别缠着我了。别缠着我了。你在睡觉吗？你在睡觉吗？我会去赌一把。我会去赌一把。我想给你礼物。我想给你礼物。快到多伦多了吗？快到多伦多了吗？你昨天做了什么？你昨天做了什么？很抱歉打扰了。很抱歉打扰了。这与你无关。这与你无关。你能来真好。你能来真好。这要求太高了。这要求太高了。这双鞋很好。这双鞋很好。有多长时间了？有多长时间了？闹钟响过了吗？闹钟响过了吗？你在哪里学英语？你在哪里学英语？请把笔给我。请把笔给我。你想看电视吗？你想看电视吗？可以用信用卡吗？可以用信用卡吗？我的钱包被偷了。我的钱包被偷了。你自找的。你自找的。到市区要多久？到市区要多久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武术班怎么样？武术班怎么样？
我不想吃米饭。我不想吃米饭。好像挺有意思。好像挺有意思。那并不重要。那并不重要。星期二。星期二。今天是星期天。今天是星期天。我渴了。我渴了。再喝一杯吗？再喝一杯吗？闹钟响了吗？闹钟响了吗？五月二十五日。五月二十五日。我要教训他一顿。我要教训他一顿。我确信我能做。我确信我能做。今天阴天。今天阴天。我想申请贷款。我想申请贷款。时间就是金钱。时间就是金钱。恭喜高升。恭喜高升。儿子，你真棒。儿子，你真棒。恭喜你。恭喜你。你的领带真漂亮。你的领带真漂亮。我找不着行李了。我找不着行李了。一天多少钱？一天多少钱？事情进展得怎样？事情进展得怎样？我偶然碰到了他。我偶然碰到了他。你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？你上什么学校？你上什么学校？我们的孩子在德国。我们的孩子在德国。吝啬鬼。吝啬鬼。拿一个吧。拿一个吧。慢点。慢点。
他很勇敢。他很勇敢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没有？很脆，很脆。我去吃饭了，我去吃饭了。反对，反对。什么时候准备好？什么时候准备好？我被挂断了，我被挂断了。真是太遗憾了，真是太遗憾了。要咖啡，谢谢。要咖啡，谢谢。两种都可以，两种都可以。他装模作样，他装模作样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祝你旅途愉快，祝你旅途愉快。我不会怪你的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你吃了什么？你吃了什么？什么时候开业？什么时候开业？你让我很开心，你让我很开心。怎么去？怎么去？我希望你能来，我希望你能来。我已经饿了，我已经饿了。你没有说，你没有说。怎么去上班？怎么去上班？今晚出去吧，今晚出去吧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的鞋子在哪里？你的鞋子在哪里？你为什么那么做？你为什么那么做？轻而易举，轻而易举。我很好，谢谢你。我很好，谢谢你。
他有很多生意。他有很多生意。每个人都知道的。每个人都知道的。你在这里度假。你在这里度假。他想成家立业。他想成家立业。我也不清楚。我也不清楚。我正在寻找邮局。我正在寻找邮局。这束花送给你。这束花送给你。我们叫做勇士队。我们叫做勇士队。我有卫星接收器。我有卫星接收器。诚实总是上策。诚实总是上策。